在娱乐圈中的很多明星好像有很多都是因为颜值太高而被星探发掘后进入娱乐圈，而今天要说的这位男星也是因为他曾经当快递员的时候，因为颜值太高而被星探发掘。如今在娱乐圈中也是被杨幂捧红，成为了很多网友心中的大众男神，哈哈，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那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要说杨幂在娱乐圈中地位也是很高了，而不仅是自己的地位高，就是杨幂捧红的人也是有很多了。就像是迪丽热巴、张彬彬等人都是先后被杨幂带红。那今天的主人公就是我们的高伟光啦，相信很多人对高伟光的印象都是还停留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东华帝君了吧。而高伟光也是凭借这个觉得让很多的观众都是认识了自己，也同时给自己的圈了很多的粉丝啦。那前段时间高伟光主演的网剧《怒情湘西》，这部剧也是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高伟光的演技，而小编也是觉得这一次在《怒情湘西》中的破格演出，也是给高伟光的这个深情的高伟光的人设做出了很大的突破了。